说实话，斗地主在斗鱼，我说我能够排得上前三，应该没人敢跳出来，对吧？锤我一波吧，应该没人敢吧？那这个牌就厉害了啊！这个牌虽然只有四个赖人，超级相背是肯定敢打的，打什么都最大。我们先把一个大王逼出来就行了，在你逼大王之前，你可以先出一对三，让敌人出单，我们不要出单。对十，不要。对尖，对尖，哎，pass，过，再给他来一对五，对五，对 K，好，可以，不要，要不起，不要，不要，你出吧，飞机。炸弹，pass，挂，大王，要不起，炸弹，牌这么好的吗？一炸，两炸，这个牌不错，这个牌不错，叫一手，敢叫会被抢。我们不抢，哎，我就是逼这个倍数的，知道吧？我看我怎么补。哟，这个补的就有点垃圾了，超级加倍啊！我们逮到了，这补的有点垃圾，你补个三就好了，或者补个其他什么牌，我这把三炸把这个地主炸得头皮发麻。哎，这个补的有点丑，我两炸也够了。飞机的话，我倒有的要，也可以，哎。直接给他来一波三打一，直接炸。这个牌我炸，交给我，你炸也行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再把他铲的，他四张牌基本上，我难道你说两张你是队长？你这么强？打的不行。感觉差不多，九十勾蛋 K， 十勾蛋 K 尖，但是我要画一个赖子，九十勾蛋 K 尖，十勾蛋 K 尖，顺子，画一个赖子啊！他们要不到五个头，二炸弹，哟，直接炸我，可以，你说，不要，这么凶的，连队，哟，这么凶的，你说，你只要出单你就死，连队一张牌了，可以。外面还有一个赖子，这一个赖子有可能会组成四个七，但是呢，如果我把我如果外面没有四个七的话，我就赢了，但是我选择放弃。不要，有还好，哇，这个人是四，他赢不了的，顺子。好，这个牌简直天衣无缝，送到手上，一张不多，一张不少，反手一对，对二可以收回来，对二，把它炸了，哎，咖啡，然后你是美眉还是几级？你一个炸都没有。要不起。就两张牌了，小心点儿，不要炸你！狂炸！这个人一个炸都没有吗？他为什么不炸呢？我牌这么整，我不能炸，因为我炸完之后我没有牌说话。他把他一炸发一对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勾章子啊，对三，对吧？控制还是有点多的，我们来出。来个上来打一对三，队友对二封，说明队友很急啊。这个人对子比较多，但我对子也多，我敢跟他对
这个敢跟他接，上来打对三，打一对二，再来个连对啊。这个牌的话，队友牌不是很好，他应该要炸了，再不炸就没了，还不炸，那他牌很差。对三啊，对三把他封了，把他封了，对吧？对二嘛，我不让他，不让他对着过。哎，兄弟，别浪费时间啊！是，你过吧，顺过啊！有本事你就顺过，把他炸了吗？啊，把他炸了吗？把你炸了吧！哎，兄弟，托管。炸了吗？肯定把他炸了，他大王封，你知道吧？六嘛，过吧。啊，我就跟你一路单到底，你有本事你就继续来一个二，啊，你有本事再来个二，他没有二了，我队友是二，你知道吗？他必须得炸，炸完封路，否则他就过去了，托管就赢了，就这么简单，他不可能是小单，他肯定是二，二，啊，那他就是接，小王，那他就是接，啊，我有小王打你这个二够了，然后我再出个单，啊，你就打小单你不敢过，知道吗？我队友百分之百接，你看着吧。感谢加州的学生送上的飞机。哟，小老板这么老吗？被地主斗得这么臭吗？啊，留一个小牌在家里面多捞啊！打了什么东西哦？对圈，搞这个东西。炸弹，走，对十起跳。不要，对十掉牌了。过。我跟你讲，像这种斗地主留一张四在家里面的，这就不会斗地主，知道吧？会斗地主的人是不会这样子的啊。感谢大皮燕子送上飞机。不叫不叫叫地主不抢，一炸都没有，超级加倍，不加倍，对，超级加倍，感觉是没了啊，输了，连队连队得不到，不要过，三百一还他一个，但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用，他肯定是三个接炸弹，啊，直接开炸过，要不起炸弹说话，七九二，他肯定是炸，不要，他没炸吗？pass， 他这个不是，他应该是炸吧？三百一，过，你让我过啊？那我就跟你，晚上，那我就跟你换六胡哨哎，你超级加倍怎么？你不是炸你搞什么？那你也敢超级加倍啊？你会不会玩啊？王炸，哎。还有三张，要不起，单二起跳啊，只有一张牌了，对啊，起跳，那么一张尖啊，四个尖，那你这个打的真的是过，不算牌的吗？对，就两张牌了，小心点儿，不算牌的，两张牌了，要不起，不要，只有一张牌了 ，pass， 过，勾，搞什么？我靠，这个人。炸弹打太早了，可以，这一排我好像不抢，不抢，你就不抢了吧？超级加倍，超级加倍，我这排也不弱啊，不加倍，他超级加倍不一定赢的，三带一对，哎呦，这么猛啊，三个 K 带一对，那就必须得直接炸了，炸弹，哦，炸弹就对轰吗？没了没了没了，这个没了，要不把他打死，炸弹可以，不要，队友还是炸，你是妹妹还是哥哥啊？我需要，你是妹妹，你是妹妹还是哥哥？对三，让他出一对，对五，对七，
挂。对圈，对尖。要不起。怎么还要对尖呢？炸弹。绑架。哎呀，没办法呀，这把。三带一对。没办法。哇，153万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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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觉得这把我叫肯定也是输，打农民会好一点，但我不叫肯定他也不叫，应该就重新来过。不叫。不叫。不叫。这个肯定我也不叫。不叫。他强行打，都不叫。不加倍。不加倍，不加倍。顺子。牌太烂了。大你是道尖，剩下的全是垃圾牌。不要连对，这他肯定要不到。怕单，怕西，他应该是输了 啊！我过一张就行，给我过吧。十，哎我。二，小王，来来来来，大王不要。过一张单子，对尖。他好，感觉好，他好像托管了啊。炸弹，怕西。再次感谢朝雾夕河的超火啊！谢谢。要不起，十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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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不叫，叫一声，叫地主，不强，4、5、6、7、8，这个牌好像不行啊，没有炸弹，只有个王炸，没有二，没有 K， 没有九。那么这种牌的话呢，这个4、5、6、7、8肯定是要打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上来先打一单，因为这两个单没人帮你过的呀，对吧？你必须得处理一个。当然你可以三在一去打，但是你三在一打了之后呢，你这个不一定说话的，所以呢，打后手。不要。就是说。先打一个单出去，然后给别人先出，等别人来送电，送到你的手上来。啊，你看这波差点就送上了， pass， 啊，没送上，我们就不要。对尖。哎，来，我们继续不要。pass。我们等。三带一。哎，你看等到了啊，这就是我们说的。压死。等。所以上来呢，我没有打。pass。给他咖啡，说明他是炸弹。他是。四个二，顺子，啊，不要，这个也没办法。不要，圈儿，圈的话我们可以拆尖，尖是最大的，它是四个二，尖，但我有王炸，我就一女，他有四个二，他有炸弹，我不要，不要，十，是个九，这个牌只能输，没办法，这是牌的问题。不是我的问题，啊，这牌赢不了。不是我们打法问题。叫地主。哦，这波两个炸，不强，不强，不加倍，强肯定不会强。超级加倍，不加倍。超级加倍，三带一，名牌，哇，这个也太狠了吧！快点啊！都等我一炸两炸，晚上大你，吼，不用打，真不用打，要不起，真打不用。
没得打，放弃，别想了。快点啊！都等得我花都谢了。啊，炸弹！放弃。pass。要不起，最多就两张牌了，小心点儿。不要。pass。王炸。真的是将我们蹂躏，76万。